So you play and also act? Yes. Here's the monologue. You'll be reading the part of the violinist. Feel free to start whenever you're ready. Okay. Okay. 那天早上和往常一样, 我穿上母亲给我刚补好的白衬衫到市里打粮食。出门前，母亲叮嘱我在外面不要随便和人打招呼，免得惹事上身。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并没有给这座冷静的城市增添一点人气儿。几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人插着腰站在街角威风凛凛地守着。 我拿着一袋粮食，从他们身边匆匆地经过。这时，我看到了正迎面走过来的他。他看到我时突然笑了，眼里放着光。我刚想上前询问他的近况，一双无形的手把我的双脚扣在了原地。 你不是从中午12点开始练的吗？声音在哪儿呢？你监听我。你中午干嘛去了？你知道这是犯法吗？犯法？行，你自己跟爸说去吧。哎，别！晚上再多练2个小时。你中午干嘛去了？3个小时，3个小时总行了吧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中午干嘛去了？ 去踢球了，手机拿过来。我真的是去踢球了，同学叫了我好几次了。如果我再不去的话，他们就不带我玩了。以后还敢吗？去我拿瓶饮料。 喂，爸。 对他从中午开始练的，嗯，你放心吧啊，爸。 Thank you.
今天不是没课吗？ 哦，我去学校录个音。哦，那你等我会儿，我上去换件衣服陪你一块儿。 开头有很多音不准，重新录一遍吧。我只拉开头行吗？这首曲要20多分钟呢，反正后期可以剪辑。再拉一遍吧，你中间那段32分音符那太赶了啊。OK， one more time。 I'm not sure.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. I'm gonna ask him to do it again. Okay, sure. 设备好像出了点问题，得重新录一遍。啊？我必须要拉下一首了，因为我3点钟要进教授。哦，你还是拉一遍吧。我刚才问过了，这边录一遍挺贵的。嗯，你再坚持一下。他下周去纽约，好几个礼拜以后才能回来呢。这样啊。 今天状态不好，你刚才拉的那面挺好的，就是有点赶。你可以尝试把前面音分开之后再拉。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关心我了？你给我回来，你干嘛？现在是你耍脾气的时候吗？我告诉你，陈家凯，如果你这次比赛还得不了奖，爸爸给你在南极和上海弹的演奏会全都在打水漂。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说话的权利，这是我成为杀人犯之后才得到的。如果你们早一点听到我的话，也许我今天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丽达极力想从脚架上把我救下来，他对各位讲了我一生的遭遇。 各位现在都已经彻底的了解我了。我承认，我是个流浪，是贱人，是罪犯。总而言之，我是个坏人。喂。 爸，我。哦，什么事儿？那个，今天我陪佳凯录了比赛要用的 CD， 还挺顺的，我跟您说一声。哦，行。
你让他晚上给我打个电话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哦，还有件事儿想跟您说。说。那个，我在这儿参加了一个电影面试，进复试了。导演对我还挺满意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可能要在这儿待几天，晚回北京几天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是这样，我听说去年跟嘉凯一块参加比赛的那个叫陈宇冰的女孩，这一年进步还挺大，所以你要提醒嘉凯千万不能轻敌，懂吗？喂。下午爸爸打电话来。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定我演那个角色，你会生气吗？知道这把琴从哪儿来的吗？1886年，一个法国人做的。这是我妈走了以后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爸爸担心我弄坏，所以从来不让我碰它。后来你出生了，爸爸就把它给了你。这把琴属于你，不属于我，所以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从来都不要。我希望你也一样。爸以前有两个儿子拉琴，后来只剩下我一个了。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呢？
你该练琴了。 Hi. Hi. I wasn't expecting you to come in today. I thought I had a meeting with the director. I got a call from your dad today, saying he was uncomfortable with you being here during school time. Wait, I think there must be a misunderstanding. I'm sorry.你跟爸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啊。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我为什么要讨厌你？你是来看我练琴的吗？那你自己带琴来干什么？没事的时候练练啊。你来分城市来面试的，根本不是来看我的。 随你怎么想。站住！你干嘛？你别过来！你再不来把琴砸了！你他妈把琴给我放下！我不放！有什么话好好说。你先把琴给我放下！你们都把我当天才！你们见过天才是什么样子的吗？天才是不需要练琴的。我数到三，你把琴给我放下！他们照着社会拉琴的人。一，二。 走了以后的这几年，我每天都在练琴，一天8个小时，从来没有停过。别人睡觉时我在练，别人玩的时候我也在练，就连过生日的时候，爸还是逼着我练。跟我争，你有资格吗？ 是没资格，可我这6年怎么过的，你想知道吗？那时候没钱，除了泡面，我在几乎1个月的时间里没吃过别的东西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时候我刚好接了一个小角色，一场喝酒的戏。 每拍一遍，我就得一口干掉，我就那么一直喝，一直喝。那天晚上，我如愿以偿的进了急诊室，诊断结果是重度胃溃疡。爸爸本来说要来看我的，可你专业老师的一通电话。 说你什么2周没去上课，他就直接订了票飞过来找你，给我却简单的丢了句：“你自己注意吧。”我说好，你去吧，我没事儿。 我厉害吗？我把自己都给骗了。佳凯啊，你不适合当演员。 因为你连撒谎都不会，拉琴的声音是可以后期配的，可你除了拉琴还会什么？
下辈子吧。 十多年吧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，以前住在一个楼里边，后来他到别的地方读书，我们就断了联系。是吗？我们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，证明你和右派勾结在一起。你们肯定搞错了，我一直响应党的号召，几次运动，我都跑在前线。 那为什么这把刻着你名字的小提琴会出现在他家里？这种资本主义的玩意儿早就该丢进旧货堆了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该不会是你送给他的礼物吧？我没有。你最好坦白从宽，这是组织给你最后的机会。 那天在街上，我刚准备把琴要烧掉，他就过来把我按在地上打了一顿。后来我就失去知觉了。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好吧，就这样吧。What do you think? 我们现在筹拍的这部电影呢，是根据一位小提琴家的自传改写的。我们觉得你和他的形象气质都比较接近。不知道你下半年的档期是怎么安排的？啊，老师，我的时间比较灵活，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拍啊？计划是8月份开拍吧。那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开始排练了？我们也是希望尽快的开始排练呢。 不过，这个主人公的少年时期的演员，好像是他的家长还是监护人，不同意他来参加拍摄，所以我们还得重新物色一个人选。你等我们通知吧，好吧？